往前推一下，对的，放松，放松，记录能记到十个吧？不记录完呀？嗯。那边是不是有个窗亮的那个灯？看一下是不是啥？没有。叫啥那个？右边对吗？啊，右边不是灯吗？刚一亮，亮好久了。这车吧，我觉得亮好久了，但是。我去找一下。你这个时候搞什么药啊？不是，不是这条路上的，是那边那条路上的。同事不是我们这条路上的。对，站远一点。里头来，里头来。不，里头来，里头来。现在看车。你就站在里面看。你可以，可以排一排都可以，但站里头去。因为有时候会起飞，我们站这儿都有可能被打到头。我可以站在你里面。但是你们又必须要站高点才行。可能行不行？我第二个，帮我看那个。好。我怎么跑了？可以跑。可以跑吗？可以。不要紧张。你一直帮我看一下。好。牛逼！我操！这个也是跑得满意了。我看你满油门最起码拉了三秒，突破记录了这次。这次你满油门最少拉了三秒，有点猛。破记录了，破记录了，状态非常好，刹不住。刹的有点猛。对吧？破记录了，真的。解锁。276。点来点，我相信你。我能点出来，万一是零，永远相信你。真的被这个搞吐了，270是不是？可以很快。你有没有骗你？我说了270。电池状态好的话，肯定更快。上200-800，电池今天也没有加热，非常理想，可以了。今天，跟我们预想的一模一样，是不是今天这次？